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们敏迪里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皮肤过敏、主副手，对皮屑脱落和气管过敏都是有帮助的。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欢迎大家收看外星超文明，我是乐哥哥，我是橙妹妹啊。今天有个嘉宾Eddie， 我叫 Eddie， 大家好。不过讲了我们的需要的东西先，再慢慢跟 Eddie 慢慢谈，大把时间不用急。好啊，OK， 好了，所有 fans 巴打台的网友记住 Facebook、YouTube 追踪、订阅、赞好、留言支持巴打台和我们这个节目。 OK， 好了，妹妹坐條仔在中间什么意思先？吓，我就是不想跟你做啊嘛。是不是怕我搞你先坐得咁埋？中间特登整个靓仔隔住我先。系啊，熟熟嚟噶，都好过佢啊。识机识机先讲啦。好唔过我就好大镬噶。你知道好啦。O K， 咩料啊？自己介绍下自己啊。好啊，大家好啊，我叫 Eddie 啦吓，咁就好高兴啦，可以嚟到巴打台呢度啦，咁都是第一次做呢個錄影，咁啊少少緊張嘅，咁希望兩位係啦，大哥大姐傍住啦。我哋兩個傻嘅，係啊，你 OK 喎，咁樣咁 OK 喎，即係有偈傾啊。尤其是佢有偈傾 ，OK。嗯。我啊，你想知我啲嘢啊？係啊。冇啊，普通一個宅男啦，係啦，咁但就啲幾十年嚟啲經歷都幾得意嘅，咁有好多嘢撞到啲好古靈精怪嘢啊，咁遇到啲古靈精怪人啊，咁所以就好開心今日有機會上嚟啦，冇錯啦，就同大家一齊分享。我哋呢個節目咧就講外星嘢，就古靈精怪嘢，天馬行空都冇問題，因為唔需要證實，亦都冇辦法證實。不過咧，講下你嘅，唔係講古怪嘢之前，講你 UFO 之前嘅嘢，你有冇啲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下？等大家對你嘅過去有啲興趣啲啊！細個嘅時候就幾貪玩嘅，但係玩啲嘢都乖嘅，即係唔係啲曳嘅，但係玩啲刺激嘢。咁啊，譬如騎馬、潛水啊、滑水啊，最叻我諗應該係射槍。我其實射真槍。其實我都知嘅，咁我都唔會邀請你上嚟啦。不過我梗係由你自己講好啲啦。咁我嗰陣應該係1997年，好記得嘅，喺大日子啦嚇。咁嗰陣咧就香港有一個好平民化嘅槍會。咁咧就係一般人可能拎幾千蚊啊、10,000蚊啊，咁就可以申請做 member。咁啊射真槍。咁打我隻槍嗰個模式叫做 IPSC， 即係實用射擊嚇。咁而家香港都好多人玩，不過就係氣槍。係啦，因為真槍真係比較難接觸。咁但嗰陣好好彩，咁可以接觸呢個實彈射擊嘅運動。其實呢個運動咧就係源自喺外國美國啊啲特種部隊嘅訓練，將我嗰種模式咧就變成一個運動。係啦，咁即係可能咧，好型好刺激。啊，不直接啲啦。有冇睇過以前都好耐之前啦？張國榮、方中信有套電影叫《槍王》。梗係有啦，咁經典。真係，你好後生啫喎。有吧，2000年。佢喺个肚嗰度，冇先成日，电视成日会重播嘅，因为系啊，系啊，每隔1-2年都重播一次嘅，或者我啲阿哥哥啲日子咧有。差唔多20年前呢套戏应该。98年，98年啊，98、99上下，98、99系啊，系啦，即系20年噶啦喎。呢套戏咧就其实对我自己就好深感受，好特别，因为我当时喺戏院睇嘅时候咧。我當然曾經是一個射擊運動員啦。我睇套電影嘅時候，突然間，咦，一開場，咁熟口面嘅啲劇情，睇睇下，咦，唔係喎，喂，我啲嘢嚟喎。咁但係點解當時係你俾料個導演編劇嗰啲啊？定係還是佢偷你嘅先？唔好話偷啦，分享。我諗係分享，但唔記得俾 credit 我咯。即係佢係靜靜地問咗你。冇問過，冇問過，其實冇問過又點知？其實我可以講成個故仔可以噶，可以。OK， 嗱，其實咁嘅，咁嗰陣就97年，咁咧就我個槍會就喺屯門市中心，咁啊，淨係屯門市中心商場
的頂樓在商場裏面一個窗户來的，很得意，商場裏面，但是門口很小，你人走過是不知道個窗户，入了去之後，哇，軍械庫這樣，是有很多把，即是很多格可以射槍的地方，當時就真的挺開心的，因為接觸真槍，當然完全是，哇，即是我想特別男仔，當然很興奮的時刻，很興奮，被我摸下到了，我們就都會有考牌制度，有筆試，有實習試，實習試譬如我裏面呢，就譬如我分一兩 part 都太多不講得啦，其中一 part 呢就是話有兩個七米距離，咁突然間呢咚開兩個靶，人形係啦，咁呢就要射到我哋叫槍王裏面有嘅鬆 A， 鬆 A 就額頭係啦，咁再鬆 B 鬆 C 啲闊啲嘅地方，鬆 A 就最高分㗎啦，咁點呢係突然間一開嘣彈兩個靶，你由嗰陣掹槍到射呢兩個靶，每個靶射兩槍打中眉心，total 四槍，三秒時間裏面要完成。哇，三秒啊！係，即係你唔知幾時等你開掹槍，砰砰砰砰，咁但係要打中個額頭。嗯，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合格嘅要求。哇，好難啊！好過癮啊，係咪啊？過癮同好開心嘅件事，好難，過癮同埋好難咯。咁嗰陣都後生啦，咁反應都 OK 嘅嗰陣。咁啊都咁你如果完成曬咧，就會有一個國際俾你嘅 IPSC 嘅射手證 ，safety shooter，safety shooter。咁呢個 shooter 咧就係話你識得安全使用槍械。咁我啲槍械包括就一般警察嗰啲左輪啦，六粒子彈嗰啲左輪啦，咁或者大多數嘅。嘅semi auto 即係半自動手槍，係啦，咁啊通常你如果見到嗰啲咩資科特警嗰啲咧，就叫做Cos 十七啊 ，Cos 十九啊，咁啊係啦，有啲名稱咁啊嗰啲啦，係啦，好好玩有啲，但係可以荼毒你嗰啲有興趣嚟㗎。我覺得好。咁啊嗰陣咧就考咗個射手證，咁有個證咧就可以去其他世界其他地方。他哋有比賽嘅咧，可以出去玩比賽。哦，即係你就變咗有個比賽嘅資格。有個比賽資格。咁同埋咧，就係一個另一個身份咧，就係話喺一個比賽場地裏邊咧，當比賽進行中咧，我哋係有資格做一個 range officer。range officer 咧就係話著住件背心啦。個身份最特別嘅地方就係萬一嗱，咁我哋係參賽者，但啲槍其實唔可以袋住嘅。我哋入晒盒，子弹同枪分开，系到比赛嗰两个人行出去，先会摆晒啲装备喺个身上面，系啦。咁其他人咧入晒盒，坐定定睇比赛嘅啫。Range officer 就系全程孭住支枪。万一当有意外发生嘅时候，佢系可以合法制止我个人射低佢。嗱，咁喺翻槍王嗰度啊，我都講翻啦，嗰日發生乜事咧？咁其實嗰日就當時個槍會嘅營運咧就出咗啲問題，資金咧就出事，需要執笠。咁但係哇，我哋啲槍友係好慘啦，咁冇得射。當然啦，咁跟住咧就諗盡辦法去救個會，跟住咧就搞咗個 open day。咁咧就瘋狂地請曬親朋戚友，或者如果我真係我識你，我就會介紹你嚟啦。咁咧就同佢哋喺警務處咧申請一日嘅槍子，俾佢哋可以掂支槍。掂支槍係啦，一日會員應該係話係啦。咁當時咧就我哋有好多示範啦，教佢哋由最細口径點二二一路點二二點三八點四零點四五咁樣打上去，去到最後咧就係點四五點四五啊！嗰啲大支其實都係一啲半自動槍，但係個子彈係。多火藥好多噶啦，後坐力大好多噶啦。咁當時我哋已經係做到咧一個 wing officer mark 一個新同學，咁樣睇住，即係盡量安全。其實理論上安全嘅。咁啊，我就有個 friend 啦，咁我有個女仔 friend 喺度，咁啊教佢射啦。咁啊開咗兩槍，跟住話啊唔得唔得，放翻低支槍。咁啊支槍咧就擺咗下面。咁我想講一講佢個手勢啊，其他嘢。咁啊，點知喺與此同時咧？在隔離個 wing 出喺隔離條 link 都是一個女仔嚟。突然間我聽到隔離啊，好大聲咁叫，係砰開咗槍，砰啊！咁跟住我就好即係好正常潛意識咁樣啦。其實咧，我聽到隔離，就當你呢個位啦嚇。我聽到有聲，我手咧係已經撳住支槍，抬頭支槍，我擰過去，支槍。槍嘴是依個距離指住我塊面。哇！啊，女仔係
緊張，緊張係啦，好緊張嚇。咁當時相信佢就係話，雖然佢之前開嗰啲細口勁啲嘅槍，咁、但係咧，佢一開完嗰下好大，個口重，太大啦。咁咧，佢就驚驚，但係咧又咁巧，佢企喺度有個 wing officer， 但係一開完槍，佢就彈過咗。想保護佢嘅兵士過咗，但佢隻手又撥咗過嚟，咁我就喺度望過去，就見到啲槍指咗塊面。當時我係立住支槍啦，已經。其實喺我哋嘅訓練，因為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半軍事訓練嚟嘅，其實一係用軍事模式演變咗嘅運動。我當時第一個反應，我隻手係喐一喐，我其實係想打過去，想拔槍，其實係冇意識地就會打過去嘅啦。嚇，但係就一陣。真係有啲唔知咩事咧，其實唔係驚嘅，我係咪要射佢啊？即係猶豫咗，猶豫咗。但跟住我就見住支槍喺我塊面嗰度咁樣，咁我唔知幾多時間，但係個腦咧好似奇異博士，我唔知幾多十萬個可能性嘅係啦。啊，我冇跳開踎低彈開閃，諗唔到。係同埋真係太近，真係太近，我應該係。不可以耷低的、一定有问题的。好啦，咁跟住，但我望住佢只手指，因为其实啲半自动步枪咧就系咁样嘅，第一下开咧好实嘅，好实嘅。但系当打咗第一下，佢就会松咗，系啦，个撞针会松咗。第二下轻轻一掂，佢就会打落，系啦。跟住嘭嘭嘭嘭嘭嘭，好易射。Sam Otto 嘅意思就咁样吓。咁我见佢只手系入咗个 check 嘅。仲要喺度震住，但系指住我块面，其实佢只要细力，系只要轻轻就嘣就出噶咯。咁我就第二次就谂，我冇理由死喺一个唔识嘅女仔手上噶，同埋我当时你话直添，同埋当时我真系好低能嘅，其实嗰阵我已经谂，因为我已经系谂紧一啲咧好物理上枪械知识。中槍其實不是看電影咁樣有個窿嘅，如果支點四五咁咧，我係前邊爆開，後邊再爆開。當然啦，咁慘。死得好肉酸，係兩邊爆開個頭，係即係一個西瓜兩面咁樣鏟開嘅嚇。哇！係咁樣死法喎，係啊！我做咩死喺個咁嘅女人手上啊？我唔識嘅喎，呢個人係咪？嗰陣係諗第二次開槍打佢，一全程隻手都係立住支槍，我一揈過去，我一定快過去，好有信心，真係想打，但是有個知識話俾我聽，咦？有人有 reflection 嘅喎，其實佢中個槍啊，佢都係射翻我嘅啫喎，我又係走唔甩，又係個頭咁樣爆喎，哇！又好似唔得喎，咁點算啊？咁點算？啊！真係好驚，嗰陣開始識驚，但係唔知個心係咁猶豫，射佢，唔好射佢，射佢，唔好射佢。咁但係好彩啦，但佢咁耐都仲未冷靜到落嚟，佢一路震，真咁耐，咁耐仲未冷靜到，係啦。咁好彩，咁另一個 wing officer 都好彩，報到飛嚇，隔離嗰個隊友啦，係啦，大家係啦，會員冇捉，千祈唔可以嘅，一捉佢就掂一掂佢個膊頭，我就驚佢啊咁樣，我就啊咁樣啦，係啦，學佢都唔可以啦，放鬆放鬆，望翻前邊，冇嘢，望翻前邊，細細聲，咁我就感覺到支槍望住支槍，走啦，佢係啦，佢個身開始擺翻直啦。咁佢一擺翻直，我同另一個都一齊咁槍捉住隻手啦。哇，死唔去！哇，你哋真係反戰死唔去，仲要做嘢，係啦，繼續要翻工，係啦。咁當完咗個 part 啊，咁但係我都想讚我個另一個 wing officer 好好。因為咧，其實我你本身識佢噶嘛？唔識嘅，即係槍會會員嚇，不過就好少交談嘅大家。咁但係跟住做翻個好好嘅心理輔導，因為其實我個女仔咧已經驚咗槍。當然啦，可能佢第日行下街見到警察支槍，佢自己都驚噶啦，係啦。跟住佢完全震唔敢，但係咧我哋幫佢做翻個步驟，逼佢射槍。咁佢唔肯嘅，咁喺度拎住槍。咁咧我個另一個隊員咧。就用手指尾扣住支槍，咁確保佢支槍唔會走得飛。我就撳住個女仔，開一開槍驚，開第二槍驚，開第三槍冇咁驚，開到佢唔驚為止。係啦，咁啊完成咗，我又咁樣啦。跟住好啦，完曬件事，我同啲朋友跟住落強天，係啦，咁啊見到佢坐咗喺度，當中咧有一個
都在射槍界幾出名的師兄，名字我不說了，你看槍會找到他名字。其實他就是傍著方中信，他是扮警察的，有個小小大大隻隻，他都做 Wing Officer 的位置，在套戲裡面。當時他們坐在那裡，他們我走過，那個女仔就看了，說不好意思先生，剛才真的不好意思，跟著我你發生什麼事，我開完我槍，我就看到一個很大的火球，因為其實在室內呢我知道它有火球，是只是一嚿火的在那裡，跟著我的眼睛空白了，我只知道怕，我什麼都看不到，我什麼都看不到，其實我不知道指著你，跟著我就說其實我都想 say sorry，我其實有兩次想打死你的。在打死他之前呢我們去一去廣告休息一陣好不好，好 OK， 下一節回來見。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对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